世这个世界棒球经典赛精彩嘛，讲起台湾人做感动嘛，哦，台湾虽然二胜二负，无对了二胜二负，太高了，竟然哦，这个被淘汰，评价起来我告诉你，好，这是小英总统的脸书，感谢所有台湾英雄，总统的脸书哦，总统 p 了谁 p 了我们的台湾队，围圈圈鞠躬的照片，对，嗯，刚我看了蔡英文。 没有没有，小英是放所有这个啊队员的这个照片，这是赖清德，他放谁？所有所有队员。台湾队。功的照片，他们才是主角啊。对，他们才是主角。对啊。外公赖清德不会给你胸脯哦。这是陈建人以前呐哈，就是热身赛的时候，那这是这个球员的照片。嗯。所以换句话说。 那陈建仁、赖清德、加蔡英文，都以球员为主，对吧？对啊，嗯。嗯这一个场嘛，嗯。这侯友谊，已被替替咱台湾队加油，一共他吃了很多意面跟意大利面。<laughs> 这是侯友谊，只有一张，<laughs> 只有一张，他自己，对不对？嗯。再看这一张，啊、哦，他说吃荷兰煎饼，好、哦、助攻中华，这个击败荷兰，结果这是侯侯友谊。 这侯友谊，他最大哦，有没有看到？嗯，他在在最前面啊，上大心的了。再看这一张，再过一张，再看这一张，一定看球。看球是拍球员比较好，还是拍自己？拍拉拉队。这有意思吧？我也看的讲，一缺席难投那张啊，嗯、我认为他想的是他自己的利益。对。 j a m 想到自己的利益，对，没错，因为最大的利益是我们的整个整个球球，那个那个国家代表队嘛，信不信啊？那对，其实我觉得哈，就是说政治人物，因为趁着经典赛这个热潮嘛，专高雄选这样一块接棒嘛，哈，你说蹭蹭热度，我觉得也无可厚非，对不对被双击了，哈。但是你蹭要蹭的对，嗯，你方法要对，哈。比如说刚刚讲到国防部长张玉成啊，嗯，军文社发了一张照片，对，好，哎。 就是张玉成的那个举手敬礼的照片，然后再讲说啊，国防部长今天还没交接哦，底下网友笑翻一片，大家觉得哦，这个是高级称，哎，就很高级嘛，对不对啊？哎，刚刚保定阿伟到家不？那今晚保定还一样是邱部长哦，哈，好，侯友谊这个风格哈，这个是很老派的政治人物做法。 我记得我小时候我们在看那个什么威廉波特，那么的铁管军邓管军邓来啊，啊行政院长总统都会接见嘛哈，你永远看到就是行政院长跟总统的照片，然后包就一个威廉波特、劳德戴宝跟盖瑞城，盖瑞城是清扫兵，这个你就不知道了。现在只有在中国跟北韩看得到这种领导人为主的。侯友谊这个风格哦，教育工已经了泥灰哈，他不应该有这种思维，就是说。 你政治人物要去蹭运动明星，不是不可以，嗯、但是你要蹭的非常的有技巧。<是>哦、像比如说，像我觉得像蔡英文、呃赖清德、陈建仁他们，他们这种就是很有技巧。侯友谊他这个人啊，虽然说你会说实在也不是太大、嗯哦、但是四十八年吃一块，对，其实年纪也不算太大哈，但是他的脑袋哦，嗯、我觉得他脑袋真的非常的守旧。嗯、你光从那个脸书那个，哎、欸，你拍一个大头照，请问？ 大家看棒球，谁要看你侯友谊？而且我跟你讲，嗯、我提醒侯友谊的小编，我觉得你的小编真的很不及格了。嗯、你不要什么吃意面啊，吃荷兰煎饼啊。我说这个梗哈，网友用用也就算了。身为台湾举足轻重的政治人物，我是建议你们最好不要用这种梗，因为你哎。欸 那请问外国人都爱吃台湾小吃，所以台湾因为被吃到变被吃到变最后一名吗？<是>所以我觉得没有必要去用这个梗了。我讲这来这其实一个差别你要注意一下看，赖清德是用 Team 台 a 台湾队，用台湾队；好、嗯、友一是用 CT，嗯，Chinese Taipei，中华台北，这台店有区隔哦，嗯、就是讲他同意。 当然，那国际赛是啊，五强要那样子被迫。但这次你让台湾，为什么他没在叫台湾队呢？哎，方老师，我们叫穿台北，其实被迫的。对，这个我每次看到那个字不写 CT，还有就是买去买来穿，嗯，我真的觉得我我不会穿这种衣服，嗯，因为我觉得那是一种屈辱。是，我不我不希我不希望被叫叫 CT，嗯，而且别人也不晓得什么是 CT。是，我觉得今天啊，就是说黄伟为什么这个动作，我觉得凸显了一个他现在的困境，是因为他的。 出他的场，他能够出现的场合都是很在地的。嗯，新北的场合，一般媒体不会报、嗯<哼>。嗯那赖清德不是啊，赖清德是副总统啊，他参加都是国际的啊，所以他的舞台很多嗯<哼>。嗯嗯。还侯友宜不行他、嗯<哼>，他楼困浅滩。嗯嗯。他困在那个地方，所以他一定要表现他自己<對>。那我们说侯友宜爱不爱表现？很爱表现、嗯<哼>。大家还记得吗？白小燕命案的时候，一九九七年的时候、嗯<哼>，不是那个南非的武官<對>被陈建新这个挟持。嗯。当时他进去，对不对？ 他抱了，后来把那个五官的小孩子抱出来，嗯、哇，那一幕变成英雄。嗯、可是事实上进去的人不是他，嗯、是邱风光啊。邱、嗯、风光是解解救了小孩。后羿说、欸：“我要我要给媒体拍啊，嗯、就给他拍。”他在窗外，<是>他在窗外，对。所以你可以看到，他就是在作秀。哦，所以所以我觉得啊，从那件事情就看出来，他那种作秀，而、欸、且他的确很会掌握媒体，是，就硬要。 展现出他的英雄硬汉，嗯，现在也是一样，只是我就觉得那时候真的是三十年三十年前的老梗啊，嗯，你现在做法还是一样，没有进步嘛，是，所以大家会觉得你怎么蹭的那么的不自然，<是>而且觉得很做作，啊、然后只为了自己的形象，嗯、啊，他那个操作的痕迹斑斑符痕太深了啦。是，心里怎么观察侯有意。 呃，刚刚范老范教授讲到侯友谊在白小燕在那个南非五官案啊，嗯、其实更恶心的是有一个电视台啊，他做了一系列的节目，叫做什么台湾刑事启示录还是什麼这一块，嗯、就所有台湾的重大刑案呢，全部都一集一集的把它做出来，然后每一个重大刑案的破案的背后都有侯友谊，但是呢，这个背后到底是不是真相啊？我们讲南非五官案，在那个节目的。 是访问侯友谊，侯友谊也亲自说他是进去里面跟那个陈静兴谈判，错。 其去你只要阳庭吧？对，进去的是谢阳亭》，而且你只要去看当时那个南非武官卓茂奇出版的那本书叫《真爱》，嗯、他写的很清楚。对，侯友谊是第一天，因为那个陈进新的枪误射，他确实有去把卓茂奇跟他的女儿带出带带出去。第一天那时候都没有人敢去，嗯、然后第二天谢阳亭》全副都没有武装，就穿着正常的西装就直接走进去。嗯、那侯友谊。 所谓的谈判，只有谢长廷开启了这个谈判，嗯、所以连这种谎都可以透过后面的节目。二零一七年之后，他开始为了要参选新北市长，开始来制作一些节目来伪装他自己。当然，我必须说，侯友谊的成功是在于，因为刑警出身，嗯、所以既要是一夜关乎来的，伊有话都不讲。 吼吼踏踏，但是要选一个总统，全台湾这么多地方，mm hmm. 不是每一个地方都是你的管区，mm hmm. 而且其实我们刚看到说，哎、欸，侯友谊所有的小编，其实我觉得不是小编的错，这一定是老板的决定，oh. 因为一个老板心中只有自己，他的属下只好 follow 老板的需求，说，哦，我们这样要造。 发老板的照片，嗯、还有一个最可怕的是，刚红衣大哥你有提到，为什么蔡英文、赖清德跟陈建仁都以球员为主？嗯、因为这场球赛所有的光荣与努力，还有辛苦，都是这些球员们的辛苦啊！嗯嗯我们都只是在旁边加油的其中之一而已啊！电工卖 无啊，问的这是属性嘛，其实唔是家己的功劳，而且你唔通安慰家己，但是好友谊的啊关系啊嘛。<laughs>